今仔日台南关怀中心伫东势乡的树安宫广场来举办关怀活动，因为最近有未少民众感冒，加上非假日的时间来举办。参加关怀的民众不是真踊跃。缺血的话，通常是冬天比较冷的状态下比较会缺血，哎、比如说寒流来啊，这一阵子事实上是有比较暖和一点点呐、啊，哎呀、啊，但是我们还是说还蛮缺的啦。每年的春季拄到学生休寒，加上过年连续高工的假期，影响民众关怀意愿，是关怀中心会考上届欠会的时阵。目前是达到黄色的境界，就算没有缺血，会呼吁啦，因为它一个礼拜的基本用量就要1000袋啊，对啊，对，所以事实上都是有在缺的，就算没有公布缺血，它还是有需要大家来捐血这样子。虽然上班日来办关怀活动，影响民众关怀意愿，不过仍是有民众为了促进身体健康，响应关怀一地救人一命，将关怀来甲变成习惯。是关怀活动的模范生，伊讲要维持健康的秘诀，就是只有啉较少一点嘛。我时间到了就会来捐血。啊，你多久会来一次？大概3个月吧。三个月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500cc 要隔3个月啊。最近的血的话是 A 型、B 型、ABO 都还蛮缺的。哎、啊，我们每个单月的5月份都会在东势的赤安宫广场前面抽血，那非常欢迎大家踊跃捐血这样子。目前台南关怀中心的血库各种的血型拢真欠，为着要维持血库正常的供应，关怀车会定期伫地方巡回来办理关怀活动，呼吁民众踊跃来关怀，响应关怀一地救人一命的行动。记者范宏坤吴向品采访报道。